节不是马上到了嘛，然后这几天一般都是提前挂，这几天买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今年就是比较多样化吧，然后款式也比较新颖，包括色彩方面就各种彩色的会比出现的比较多，然后这个挂件也比较多。现在人就注重的就是这种仪式感也比较强，然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考虑价格方面。像往年就是可能这一束四五十的，他们觉得太高了，在外边买一把哎可能就几块钱，但是这款式比较多嘛，比较新颖，他们就觉得嗯还挺安心的，这样东西挂多了。今年的艾草的话相比往年的话会销量会翻高一点，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，就比如说这个端午节，今年的艾草就是销量会比往年会高很多。